那这里冲进去了。我们看一看，大家要我去抽一下这个，是特惠里面的这个优选皮肤还是超值皮肤？是这个吗？买多少个？买十个，买两个就应该抽到了吧？好吧，100点券，冲一波，立即使用。哎，好像这样还蛮划得来的呢，还可以积分抵用券，还给50荣耀积分。那这样的话，我觉得不是很亏呀、啊。那我十个总要出一个吧，是吧？十个出一个皮肤，地狱火、黄金射手、心灵骇客、紫霞仙子，四个皮肤，走一波。再走一波，再十个，再十个。Let's go， 再十个，再十个，等一波高潮，好运来！我看行，行不行？这一波好像抽了600块，就一个地狱火，我是不是炸了？地狱火多少钱？强行不亏，你怕是妖怪吧？他现在这一波不亏，老马亏了。请告诉我，是我亏了，还是老马亏了？嗯，我亏了吗？你帮我记一下好吧，你告诉我我现在亏了多少，我感觉有点亏。现在是地狱火，地狱火是多少钱？朋友们，我们来折算一下，我花了多少钱？我花了648，地狱火多少钱？然后我等一下再积分夺宝，我地狱火多少钱？你告诉我，我们来算个性价比，地狱火多少钱？快快快快快，多少？160，好，160。我们看这个花了648去抽这个东西，我到底亏了没？到底是我亏了还是老马亏了？160。啊 ，OK。然后幸运夺宝，对不对？我们把这个东西拆分下来，有幸运夺宝的积分，幸运夺宝的积分我们再去抽。嗯。夺宝在哪？我有这积分，我的积分是2500，我还有一些券。我抽个荣耀水晶，那我没有办法算，我算不清楚到底是我亏还是我赚呢？我赚，我赚个荣耀水晶，我就不亏了吧？嗯。我觉得我这么多积分让我勉勉强强赚一个荣耀水晶，我觉得这一波
好像理论上是不太亏的，因为一个荣耀水晶几乎平均下来是500块钱吧，有吧？一个荣耀水晶500总要有吧？你觉得呢？我现在都是用券赚的，我感觉还行。嗯，是吗？老马亏了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嗯。哎，这还不给我，这每天只能抽50次吧，用券的就不给，你怕是个妖怪吧？他用券就不给吗？你快点呐！哎呀呵，我亏了吗？我有偶像歌手体验卡，应该没亏吧？是不是？还有100铭文碎片，加上250铭文碎片，我这波没亏吧？1×5，1+5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1+5没加起来。哎呦，我好烦呐！我居然没有用1+5，我在星元走一波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我还有积分，我刚才没有用。我这一波如果抽到的东西值的话。问题不大吧？我现在好像没有648，只弄了个160的地狱火，我感觉有点小亏。我在星元上面赚一个貂蝉出来，我应该就不亏了吧？你们觉得呢？我赚个星元出来，我就应该不亏了吧？等一下，哪里赚呢？魔法球，讲波道理。转5下，然后直接貂蝉出来了，转1下貂蝉出来了，对不对？转5下，转5下，转1下。转5下，转1下，转5下，粉色短裙，我赚了，我赚了。转5下。就这么一波貂蝉，哎呦我这鬼，他真的是好烦啊！貂蝉，貂蝉。最后一下了，出个貂蝉，我觉得就不亏了。貂蝉，不亏吧？本色梦奇背包，值点钱吧？我去看一看。粉色梦奇背包是值多少钱？已拥有，你值几块钱？120，12块。粉色梦奇背包12块，我还有一个粉色小短裙。粉色小短裙几块？我目测3块钱。粉色小短裙3块钱，
给大家总结一下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我好像没亏太多，你觉得我亏了吗？我亏了吗，朋友们？这是我充了648，给了个地狱火，我一个背包，一个3块钱，我们拿计算器算一下，160加12加3啊，计算器都不用用了，等于175块。我感觉很好，